个人手啊，一个人手，三个人攻。哇，这个好难，这个好难，也有点街舞的意思哈。我觉得杨迪可以当那个手的。哎，杨迪你还手？我一个人手，我因为你特别的灵活。你是枪族的，你应该守住你们枪族的蛋。好，我们派三个人来抢他的蛋。来，我也抢吧，来吧。好，来。哎。开始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啊，好像特别轻松，大老师，我就会蹲了一下，拿了一下，然后就拿走了。你们拿的好轻松啊，感觉就小卖部那种。好，接下来学生来弄。他们很厉害吗？估计抢不到。你看他已经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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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你看他已经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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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哇！哇哈！碰到了，碰到了！嚯，这人怎么回事？这人怎么回事？刚才我们走方已经脚踢了，要得三分。脚踢了啊！换一组进攻者试试，换一组进攻者试试。来，三个少数民族的，不要让他踢到我们哈。准备，就跟蜘蛛侠一样。哇！满族、朝鲜族和蜘蛛侠一样。防他，不要让他脚踢了！注意防他，不要让他脚踢了！好，踢了，踢了，踢了。目前为止，我们的这个守方已经得到六分，好难啊！